那个角落里。嗯，这为什么不可以啊？哇，那是 funky。那里是没有伞。那怎么办？哇，这个地方多好。这样的，要不就到那边去坐呢。嗯，看过去看看。那你直接坐这儿好了。哈哈。模型啊，坐这儿不就是挺好吗？或者就坐那边。坐那边是。其实里面那个沙发挺好的。对呀、啊，我觉得坐那个地方挺好的。嗯、然后还有两个凳子过来坐好了。不是，里面有一圈看到了。哪地方了？有一个沙发位置。这是相机吗？全在里面。是吗？对，全在里面。这个我不选的是那个金色相机。它是一个四相机，不是拍照的，现在四相。金色相机可以拍照。四相可以拍照的。可以拍照。这个一般都放在那个车子上，放上也可以，不是用户相机，就是它怕水啊。房车那个前面加的，对对对。就你运动的时候拍，然后呢，这个做高级，做高端的很好，因为需要方便，可以放在帽子上，放在这个背带上，因为它很广角，然后呢，它里面有个对讲机，就是说我们的有手机对讲机，就还在用手机的对讲机，它的自带，也不会太短。一般平时我们就是有个东西放在地上，就让它拍了，让它拍完就不需要说话，然后就开始坐下来。这个挺好。